时也是这样吧，都没有发动机的。现在的人真是虚。听什么？我比比，我给你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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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比。喂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有女朋友了。你不信啊？我让接个电话。哎，好呀好呀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有人。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边头发我要拉直，然后这边我全都不要，然后后边我锡纸烫全部都自正起来，然后这边再给我剪出来一坑。剪不了。不是，我相信你，你可以。真剪不了。上回就是你给我剪的。妈，救我！救我！怎么了？爸要打我了！回来，我跟他手上拎了很多东西，于是我竟然对他说：“回来了，老爸，我帮你拎东西吧。”对啊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。可是我一紧张说错话了。说什么了？我说的是老东西，爸来帮你拎。哎呀！你给我淹死了！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没结婚，你现在找女朋友有什么标准吗？四女的都行。你要求好像也太高了吧，只要长得像女的也可以。傻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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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被我打败了，全都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。打扰了。别动，那三个流氓已经跟你半天了。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哎，大哥，啊，二哥，老四，老五，你们干嘛呢？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好吗？什么？你还要过来找我？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男朋友现在可厉害了。行，我让他接电话。
帅哥，我前男友给我打电话，你能冒充一下我男朋友吗？啊，好的。我就是他现在的男朋友。听到了没有啊？我男朋友就在这呢。对，你什么？你要过来打我们？他穿了个黑色的西装，戴了一个耳环，黑色的鞋子。对啊，你过来啊，怕你啊？杀我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大。对不上吧，来来来来。好了，葛先生又给人家打起来了。就你家了？几个人？五个。张奶奶请了一个人，是不？兄弟都打过了，你这个胖子，除了我没有人要你。你不要我，有的是人要我。蟑螂要，老鼠要，臭虫要，蟑螂要，老鼠要。小姐姐，这么难听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干嘛呢？等我男朋友，等他跟我说分手。但是我不想分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你这活挺细呀、啊，还行。你这技术在哪儿学的？老家那边。哦，你打算给我剪多长时间呢？一天。你一不一天的围巾呢？围巾给我系上啊。别说话，不用。女朋友有什么用啊？让你四处躁动的心和不知怎么花的钱有个着落。刚才吃饭的时候，饭店里人特别多。一对年轻情侣实在找不着地方，就和我拼桌，坐在我对面。说实话，那女的长得真的挺漂亮的，我就多看了两眼。结果被那男的给发现了，他啪嚓一下往桌子上放了一个大众的钥匙，想吓我。我仔细一看，我去，灰疼。于是我拿出一个玛莎拉蒂的钥匙，啪嚓放在桌子上。紧接着我又拿出兰博基尼、劳斯莱斯、布加迪好几个车钥匙，一起摔在桌子上。那男的灰溜溜的带着那女的走了。真是的，你跟我一个配钥匙的装什么装啊？一博，你爱做饭吗？说实话我不爱做。那我问几个问题，你要都能答出来，以后都我做。哎，行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二加二等于几？四。四加五呢？九。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这个你可轮不到我。第一个问题是一加一。错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爱做饭吗？做饭去。哎，先生你好。你好，很多人都说您女朋友和你在一起是好白菜让猪给拱了，然后您怎么看？哎妈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还以为我是啥好白菜呢？哎呦我的妈！干嘛？我爱你啊！干嘛喊那么大声啊？因为我想让别人都知道啊。让你发条朋友圈啊？那不行。渣男！你真的要走了？真的。你确定要走了？确定。那以后的日子可没有我了。没有就没有。干嘛？谢谢你放过我。滚！你为什么每次吵架都这个样子啊？我什么样子啊？你什么样子？你就不能让让我吗？我怎么没有让你啦？你让我什么啦？我让你滚啊！有人。哎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没有女朋友，衣服淘宝的，今天打扮了，洗头发用的霸王，裤子是同事的，花呗欠款，信用卡分期，家里没矿，爱过。好黑哦。你说。一天到晚非得要来，来了以后你说你干什么？陈子，你看公司这么多人，有人，快点走，抓紧给我进来。你咋来了呢？走累了吧？等了多久？哇，苏导牛逼！真男人，哦，阿爷来来找你。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怎样把白菜卖到20块钱一斤？炒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单身多久了呀？快两年了吧。抱歉，让你久等。我等的又不是你，我等的又不是你，我等的又不是你。去华贸多少钱啊？30。那我们两个人呢？两个人也是30。
就这么看不起我吗？我就一文不值吗？六十，必须六十，必须六十。